天5号上午9点，张馨予高调的晒了一组照片，引来不少的网友围观。这一次他拍了一组婚纱照，起初大伙都误以为是剧照，结果这是名副其实的婚纱照。原来张馨予在31岁把自己嫁出去了，他说我是个任性的人，这一路跌跌撞撞的走来，发现人生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。我曾经想过，如果我嫁人了，一定不是因为年纪到了，更不是因为彼此条件适合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嫁给他，嫁给爱情。据说张馨予和老公是结婚一次电视节目，两人从相见到相爱仅仅只用了一个月不到，随后两人便定下终身，视对方不嫁和不娶。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和闪婚吧。随后张馨予还坦诚，她这一次是嫁给了爱情，从照片可以看出来两人在一起很甜蜜，脸上无时不刻都在挂着笑容。都知道张馨予是知名影视剧演员，有钱又有地位，更为重要的是长得碧绿羞花，容颜甜美，是无数宅男心目中的梦中情人。那么她的老公又是何方神圣，将美人抱带而归呢？其实张馨予老公不是圈内人，是一位武警指战员，长相帅气，还对人体贴入微，堪称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绝世好男人楷模。正如照片画面，我轻抚着你的臂膀，你为我遮风挡雨，我环着你的腰间，呵护你，保护你，不让你有半点的委屈和伤害。打完亲亲我的感情牌，两人还不忘调皮一番，彼此手握花，彼此紧握着对方双手，十指紧扣做着同一个动作，仿佛在宣告这场爱情不仅要不离不弃，还要快快乐乐相伴永久。求婚现场，气球、鲜花、蜡烛，还有硕大的钻戒，任何一个女人都会对这种画面无法抵御，张馨予也不例外。她最后选择答应了这个让她爱到无法自拔的男人，一本深情，满脸的幸福。